今天来玩咒死赛挑战，现在已经九胜了哦。那这套卡组是一个带伐木工的气球，然后马上来打吧，这非常容易就可以。那这边有气球。那首先是要看，OK，还是有一个，哦，你们这边可能会使用冰冻去把它的气球冰起来，哦，但是它也有冰冻，它也应该是一个是气球，它应该是也是有一个气球。发先制，我们占到了一个优势，它也是一个气球，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比较优势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来一个冰冻。那这边是成功冻到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只能去冰冻它了。那我们这边后面跟一个气球冰。现在跟一个冰冻，确保它的球，它应该会炸到吧。好，炸到了，那我们就赢了。那就拿到十胜。十胜就有16000了。哇，很多钱呢、啊！再两胜就好，不求多。比如说，我们这边可以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不行，只能这样。好，还是我刚刚没注意到，下面还有东西在攻击我的塔，但是也是成功拿下了。哇，这部影片感觉会非常的短，11胜，哇，哇，11胜了，那现在，但是这现在没有气球，有气球，有气球。等等，我们等他，我们马上来了，我们马上来个气球，我们是不是可以？啊，这大皮卡，他放弃我的兵人，那这边就是刺激啦。32，哎呀，32，32，刚刚可以说是对抗的东西太多了。这边，啊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对方根本就没有防控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的卡组，等等再看对方的卡组。反正我现在已经12胜了，哇，12胜32000啊，不错啊，爽赚。也金钱也突破了，我看一下啊，哦，对方使用的是一个，
抄袭书我以前有介绍过，但是在这个挑战里面显然是不重用。那我马上来开这个宝箱，宙斯赛模式表宝箱宝箱宝箱有10000金币，站台一个，火枪手2个，电器8个，骷髅气球65个，不用哥布林大队70个，亡灵可以升级了，战兵，好没有传奇，好可惜没有传奇，看到一大堆人都传，都开到传奇，九圣也在开传奇，好6个雷电法术，这雷电法是不是被削弱了，所以没有人要用。好，这个不错、哦，哇，完成了卡片收藏家这个任务，哇，是不是可以开这个传奇宝箱？差一点就能开啦，差一点就能开传奇宝箱啦。好，我看能不能2-2赢五场，有20，那就可以开啦。我马上来打2-2，用刚刚他输的那队打吧。马上来，2-2胜五场。对方很凶恶啊。好，毒药。超级，哎，他没有跳回来，他并没有做一个跳，哇，他，我队友卡住跟我是一样的卡住，是 well deck，but， 但是还有。闪电法师完全做一个克制的动作，我兵人可以算是有抓到，那这边猴子这边野猪，因为野猪没跳到，是一个小失误。好，这个我觉得会输的，我觉得。这套其实在天梯有点流行，但是好，哇，哦，还有神法，所以匹配到神法可能也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。但我两个的东西都是这么的低级，怎么可以跟高级的打啊？我守下来了，你确定？那也差一点点啦，不错。技术刚好，哇！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！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算了，算了，就不要达成嘛。就没办法达成了，那
宙斯赛模式卡组，就是这套，这套它一个冰人搭配上一个狂暴防护工，再加上一个气球兵，可以再加上一个冰冻法术或小闪，把它对空单位闪掉，或是把它冰冻住，冰冻住，那气球就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。然后小冰晶对于某一些东西也是非常好用，比如说气球。那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个内战，刚这个冰球的内战，主要就是我一开始就有气球了，那我就毫不犹豫的直接出气球，而不是像他有点内向，所以还有点保守又内向，他想要防守之后再进攻，所以我就有先手的优势，逼他缴出冰洞。那接下来我这边会用一个冰人加上一个，因为我看到他也有可能是气球，那我这边，但是这边有点失误，这两个蝙蝠被闪到，这三个有三个蝙蝠被吃掉了，那这边那个防木工加气球，这边因为我带走他的优势，有一些优势，所以但他这边又交冰冻，我也交冰冻，但是可惜我冰冻如果再晚放一点点就会非常的好了。那这边炸到伤害，它只差一个爆炸伤害加一个小闪，还是一个爆炸伤害就可以了，不太清楚。但是这个小冰晶对于气球来说是非常的棒。我这边没有交小闪，交小闪，但是我这边后面跟个气球，就是想要确保这个气球是可以在后面跟一个小冰晶。就可以让气球确实撞到它，不管它交了冰冻，它仍然撞到它。那这一下我的小闪握在手，不用担心它。如果气球的伤害不够，还是可以补回小闪。那就算是要去防它的气球，也是可以防得住。那这套如果遇到三枪的话，可能就使用冰人坦住，那飞龙宝宝再慢慢吐这个两枪，然后另外一枪用伐木工去弄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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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近了，按到，不小心按到。不小心按到。哦，我这边他要哦，我这边等级就远远不如他了。这边就等级就，他就把我杀了。光个等级，光个等级，他就把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不小心就按到的后果。不小心按到的后果嘞！好，好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盯住这边矿，这边再来，这边再来，这边再来，呜！希望可以跟个气球吧，不能。
这两个风暴的五级飞龙宝宝不重用，我现在是没有机会。终于双倍射水，终于有一些机会。可是你另外一路怎么办？哇，这边有点非常 close 的 game。Very close game. Oh my goodness. 他一个大闪就把我带走了。如果我的气球和的炸弹打到塔就赢了，非常可惜。那希望你们也能顺利十二胜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拜拜。